薛龙春，1971年生，笔名韩斋，斋号韩斋，江苏高邮人，汉族，硕士学历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南京博物院特邀书法家，南京书画院特聘书法家，新华日报社服务导报文体部编辑。Thank you.
石门铃是百味永平年间的一块摩崖碑刻，康有为在广义泽桑集中将它列为飞叶魂墓之宗，与窜龙岩碑、灵庙碑英并列为神品，评价极高。临摹石门铃则有点摩崖碑刻，我以为不能亦步亦趋，以苗头画脚为能事，因为经过数千年的风雨不测，今天我们看到的拓本已经是漫画不清，倘若以斧凿痕、慢裂痕为金石器，无异于引书验说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以为要把握以下几点：第一，要遵循一般的碑学的用笔，也就是逆锋、长锋逆弱、中锋平铺笔毫，用笔圆中欲方，转折处提锋按过，边调锋边行笔，继续对书写性不强的方展用笔的描摹，收笔或错或全力送出，方不致刻板若针柄扫活。第二，捍卫碑刻用笔简直不是雕饰，比如那画只分行笔和出锋两个角度啊，不像唐楷如颜体字，它先抑后扬再出锋这样三个角度。康有为曾经比较过唐以前和唐以后的书法，他曾经说过，就是唐以前书曲，唐以后书直。我认为他所指的这个曲直是指用意的曲直，而不是现行的曲直。因此临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逆势射镜，如果顺风流走容易导致平滑，而一路抖战又会失之拥塞寒减。第三，就集体而言，石门铃有那种中宫紧收波折外溢的字，也有那种空间分配非常均匀的字，不可以一概而论。就字句和行距如果把握得比较好的话，实处茂密，虚的地方也很茂密，这样虚实疏茂相辉映，石门铃静见萧然的意态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。第四，关于器具的选择，建议选用稍厚的生宣，它可以突出宝墨，增强线条的质感，比用厚锋型的羊好，既可以一笔写数字，利于贯气，也能够满足提样幅度的需要。同样一个范本，随着临写者、器者、性格以及他的身份、学历、好恶和所属环境的不同，他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。这就是西方文人中所说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历史二重性的观点认为，历史既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中，它同时也存在于我们的理解中。喜欢石门铃的朋友完全可以从自己心仪的角度去临写。
嗯。